你们都给我留言，让我不要吧唧嘴，不吧唧嘴就给我刷完机，我尽量，好不好？这么好吃的东西，怎么让我不吧唧嘴？嗯，热腾腾的大肘子，大上一口。哎呀，我亲娘嘞！老是我评论我嘴巴大，我再大我也脱不下四个灯泡呀！挑战一下，三个。如果吞得下，你们等着。这个视频能不能跟铁铁们要个双击？这是咱家船上唯一收获的一只大海螺，我怕没有双击他们会笑话我。来，底下是黄，可以吃的。骨胆摘了，再挤个干，像不像挤痘痘？嗯，超香。吃啥补啥，吃脑补脑，来个脑浆，有没有想吃的？超有食欲。来一个超大哥的皮皮虾，这只虾花了我老公一个月的生活费，他说没有一个千个双击就挨打了，我今天吸一个。完了，吸断了。最近天气转凉，生蚝是越来越肥了，今天补一补，加点辣椒面，必须配上秘制辣油。哇，有没有想来上一口的？嗯，一口一个大补丸。